一个合格的侍卫需要，还需要能让你摸，低头，最低点。你刚才给主角脸那么高，我他妈能怎么干？低点，怎么着？不让人看脸啊！对，走。哎，冷血点，冷血点，走，家人，冷血点，家人，一定要冷血。年下我一身现成。 我也没有什么想法。冷血，不可能的。啊！这个，你就想笑那种，嘴唇想笑那种，对，就这一样，就够，够，抓着石头。别低头，就盯着他看，要笑笑。哟，单掰的镜头你别管啊！鬼白，我太难了。